死的位置有人爬上来了。没事没事，你放心，他们绝对看不见我。哎呀妈呀，哪里打的？歪歪，你要下来摸我一下吗？我现在在下面贼强，这个位置人都打不到我，而且我身上有油，有油，你快下来一下。艾克，艾克，爸爸，你下来一下好不好？哎，Hello，兄弟，兄弟，你好啊，你是哪里的人？哎，你好，你是哪里的人？不要打！哎，我也兄弟，我是老罗，你好，你四川哪里的？四川绵阳的，兄弟。我四川广安的。可以，兄弟，你这波你要你队友不要打我，好不好？让咱们四川人吃一次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那你队友不要打了，好吧？我那里有急救包，六个急救包。行，兄弟，你这个很强势。我躲在墙，我把那个甩在墙岩石后面的。岩石后面吗？行，我去看一下。好，刚才砸到我的地方，六个急救包。六个吗？行，兄弟，谢谢，可以，好，我找一下，快点。哇，兄弟，我可以，可以，兄弟，那这样吧，我围吧，我给你一三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兄弟，你慢慢去吧。加油。中啊！我天，不能这样子搞事情啊！对不起，我死去老乡，真的。哎呀妈耶！好可惜啊，老乡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老乡还专门给我留了六个急救包的，在岩石那里。